为了唤起民众注意湿地症所带来医疗负担、家庭照顾、经济啊个社会冲击，将其一年一度响应国际湿地症日，共同响应，也过来呼吁民众做回关心湿地症的议题。卫生局局长叶干碧，啊个将其副院长周宪忠，两人接受时代托付，担任湿地症关怀大赛。咱个个一起来，咱大家做伙来，和咱的时代人，和咱的朋友，和咱家己。连工拢会当做恢复记忆，还是延长，卖互伊失掉。所以感谢大家来参与这個。借着趣味闯关游戏，阿个海报等，提升民众对这湿地症相关知识了解。第三天的湿地症宣导活动，也邀请警察局人员进行邓秋燕、邓志文的服务。黑岗医学预防中心协同主任营养师蔡林金，要教你安怎吃，会当来远离湿地症。牛津大学它有。最近发表就是说，维生素 B 群它可以帮助延缓失智的一个发生。但其实 B 群很丰富，存在各种食物当中，譬如说我们在讲的肉类啦、蛋啦、鱼啦、豆腐或者是一些五谷类的东西，其实都有。七股街基金会成立三年，随地学堂免费提供轻度湿地症患者各种治疗课程。在经过这课程训练了后，患者会自信心。生活自理能力以及学习动机都有明显进步。经过这些课程安排，提供药物治疗之外的头脑训练，基金会也继续提供这些服务给我们的乡亲，并且也要继续呼吁社会大众还有相关单位要重视湿地症的预防、照顾还有治疗的工作。中央新闻联合号严光胜采访报道。